吗？当然是难兄难弟的关系了。瞧你这用词不当劲儿。哟，那就是狼狈为奸的关系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看你也说不出什么好词来。来，你先坐，哥们儿。不合适了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是这个这么回事儿哈。哥们儿啊，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帮忙。啊，说话这么吞吞吐吐，是不是想让我帮你给哪个女生送花啊？这么庸俗的事情，你哥们儿怎么会干呢？哟，您干的还少啊。我什么时候干过？哎，思思三次，佳佳。你等，跑题了，跑题了，正经点成不成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妈呀，给我安排了一个挺难完成的任务，所以表哥，你妈啊？哦，是不是让背哪个老头上医院？哎，背没问题啊，就得看他胖瘦了，胖子我可不背，太沉。嘿，又跑题了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呀参加了一个帮扶弱势群体的实践活动，任务呢就是代表那些歧视弱势群体的人。给那些民工道个歉。嗨，道歉啊？嗯，那你就自己去呗，凭您那三寸不烂之舌，您就道去呗。嘿，你这事儿可不容易，办这事儿啊得需要一个特别诚实、特别憨厚、特别敦实的人去才有效果嘛。这跟敦实有关系吗？啊，不过这个诚实和憨厚嘛，我倒的确比你强。对啊，所以说彪哥啊，就凭咱俩这关系，你能不帮哥们儿我这忙吗？那就凭咱俩的关系，办完这事儿之后，你能不给哥们儿我意思意思吗？你先说你帮不帮这忙吧。帮，但是不能白帮啊。那成，事成之后必有忠心，成吗？哎，成。哎，那我当时怎么说呀、啊？我就说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sorry。去，别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给你。这么多呀？这还多呀？才八页。八页少呀？你得了吧你啊！我都熬了一夜了，我容易吗我？我写作文都没写过这么多的字数。哎，这倒是实话。我跟你说啊，到时候你照本宣读就成了。等你读完一遍以后，我呢就有一辆新的自行车了。到时候你就把我那辆旧的自行车骑走。那你说我要是读两遍，你就把你那新车给我，怎么样？靠谱吧？您说靠谱不靠谱啊？什么呀？看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去吧。我还得再复习一会儿呢。啊？复习什么呀？那么简单，快点吧。简单你自己去。彪哥，您复习，复习好了去成吗？哎，你别说，刚才我觉得道歉这事儿挺容易的，怎么现在我还真有点紧张？紧张什么呀？有什么可紧张的呀？这比你拿着卷子找你爸。紧张吗？啊，一点都不紧张，赶紧去吧。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不好意思也去，让你答应我了，快点。哎，我在这儿给你助威啊，快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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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啥事？就是您是不是老让别人欺负？啊，你咋着？我就是代表那些欺负过您的城里人，来向您道歉。还有人给俺道歉？啊，我就是那帮欺负过您的人，要给您道歉的人的代表。别拉了，这还有代表了？你跟我说你代表谁？我就是代表那些曾经伤害过您的人。伤害过我了呀，也没有人拿刀子捅我，也没有人拿棍子打我，也没有人拿砖头砸我呀。今儿有点大。您没事。哎，不是说外伤，是说您的心灵
受到了伤害。捅到心脏了，那不死了吗？不是啊，就是说他们说话的时候不尊重您，让您非常的难过，心里很难受，痛不欲生。哦，就是骂过我的人啊。对，我就是代表那种人来向您道歉。啊，这亲爱的民工师傅你们好。叫我亲爱的了。我代表所有曾经伤害过您的人，致以最诚心的、最诚恳的道歉。孩儿，太感人了！您这城里人还对咱真诚恳了道歉。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，我。来电道歉完毕。谢谢兄弟，不然你跑啥了呀？俺不跑，这心带上俺憋尿了。这还怪好玩的，听着心里真得劲呢。咦，这得好好干，好干就成人看看。哎呀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对呀，妈要是再不回来，又要吃您做的那什么苹果面了。哎呦！哎哎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做的饭有那么难吃吗？啊！你们要再敢这么挖苦我，我现在就做。哎，不挖苦。那你们这唱什么呢？刘星，刘星，刘星，哎，您那辆旧自行车呢？原来不是放咱单元门口吗？我怎么没看着？哪儿去了？对了对了，我正等着您回来，向大家一块儿宣布这件要事呢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就我那辆上世纪末购置的那辆自行车吧。嗯，怎么了？它至今未归，希望知情人士速与我联系。面谢，面谢。您这说的跟寻人启事似的。哎哎，不是刘星，怎么回事？真丢了这是？是啊，我能骗您吗？我现在伤心着呢。行了行了，甭说了，不就一辆旧车吗？丢就丢了啊。就是，反正你也有新的了。新的，新的，什么新的？哪儿的呀？你是不是给他买新车？那我们也要，车也旧了，车也旧了，怎么还买新的？哎，小雪，开门去！小雨，开门去！看没呀？刘星，开门去！嘿，我这倒霉头，刚上完厕所就给你们开门，一个……哎呦，刘星，都在呢，逮着了，逮着了，终于给逮着了！逮着了！什么逮着耗子了？逮着什么耗子了？就是在咱小区偷车那贼给逮着了。啊，是吗？哟，谁给逮着的呀？怎么逮着的？一民工守株待兔给逮着的。嘿，听听啊，人民工都帮着去逮小偷去了。哼，什么意思？呵，你这阴阳怪气的，就跟我怎么着似的。你别说，这民工啊真不容易，在城里啊受了不少城里人的气呢。没错，总有那么一小撮人这脑子里边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人家。嗯，你别说，咱小区啊还真有人良心发现了，觉得呀、啊、对人民工不礼貌了，派一小孩给人家道歉去了。哎呦，给这民工给感动的呀，鼻涕眼泪一块流。后来这民工听说咱小区啊经常丢车，人家晚上上咱小区蹲点来了。哎呦，蹲着蹲着，你猜怎么着？真把这偷车贼给逮着。是啊。嗯，哎呦喂，我太佩服去道歉的孩子了，他太棒了啊，都感动人民工抓小偷去了。你兴奋个什么呀？道歉他又不是你的。是是，就是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件好事呢，这个对小偷啊进行追赃审问的时候啊，小偷说了，最近啊又偷了不少车，还没来得及啊销赃呢，在地下室发现了整个一自行车展览会，好几十辆呢。哎，顾婶啊，是不是也有我们家的车呀、啊？这别说你们家的，我们家那车也在里头呢。是啊。啊，哎哎，那刘星那辆旧车在不在里头啊？旧车啊，人那小偷说了，从来不偷旧车。啊，没了，看看啊，这幸亏给人道了个歉吧，现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？不过我要觉得你要是亲自道了歉，可能会更好。这有什么区别呀？
这不跟我亲自道歉一样吗？我自个儿的儿子。不过有一点不同，赔了辆自行车。哎，这说起自行车来了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谢谢人家？你看看，你错怪了人家，给人道歉是不是很应该啊？现在人又把你丢的自行车给找回来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去给人道个谢呀？啊，这道谢可是一个美德呀。我知道道谢是美德，我当然早就这么想了。我刚才进门之前我还想呢，我说哎，要不让刘星明天帮我再去道个谢得了。这刘星成你形象代言人了。怎么了？我儿子嘛，自己儿子怎么不能当形象代言人呢？你真逗。总之我觉得应该你亲自去道个谢比较好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睡了。那就无所谓，道歉跟道谢完全是两个性质，自己去道就自己去道呗。不在这边干了，知道吗？不在。小兄弟，哎呀，你干啥？你吓我一跳啊！你干什么？别害怕，别，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你坐吧。俺不坐。坐吧。俺就不坐。那你不坐我坐，没事儿，你坐下，咱俩聊会儿天。坐就坐。你看是这样哈，就是我想跟你道个歉。啊，就那天你干活的时候 啊，我那天正赶上心情不太好，真的。回到家以后呢，我特别自责。我觉得吧，其实你们这些外地民工吧，真挺不容易的。你想啊，你们背井离乡的，是吧？是。餐风露宿的，对对，是吧？是。而且这个人生地不熟啊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是。我们在对你们不礼貌，确实我有点儿，你原谅我，是我不对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太好了，真的。那你其实，大姐，你上次也是俺不对，俺不对。俺不对，我不对，俺不对，俺不对，俺不对，我不对，真的是我不对。不是，大姐，你听俺说，你看上回俺要是好好刷那个漆，俺不那个洗刷刷嗷嗷的，你说你那个车能见着那个油漆吗？是不是？我也不应该跟你吵架。哎，弟弟，我告诉你啊，还真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家那辆破自行车啊，弄上点油漆没关系的，还显着孝心了呢。我回去一看，我还觉得，真的。特别感谢你呢，真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不是，你叫什么名啊？俺叫戚存光。戚继光的戚，东村人的村，黄继光的光。真行，你妈你爸真行，把三个英雄人物的名字都并在你一人身上了。俺都不知道。其实啊，说起这英雄人物啊。你还真别说啊，你还真是个英雄人物。俺不英雄。你当然是了，你就是个雷锋啊。俺不。你想想，你为我们小区抓了偷车贼，你知道小偷偷我们的自行车，我们多气愤呐！啊不，我们抓住过好几辆。妈，这不是啊，不是，俺没抓小偷，大姐你弄错了吧？不是你抓着的偷车贼。俺没抓，俺不行，我啊，这么说抓偷车贼的那民工不是你？不是我，你看俺是体格，我大姐，俺跟你说，俺一见那个小偷，俺就哆嗦，我怕他给我一刀，我扑完了。那前几天有没有一个小男孩来替我向你道歉？啥兄弟？俺没见过。瘦瘦的，个子不太高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说对不起，我妈妈让我替他道个歉。俺没见过，俺绝对没见过。嘿，这事儿怪了，你说，合着两件事全都不存在？
小齐呀、啊，这样，啊、那个、啊、我给你买了点水果啊，天挺热的，你吃吧。啊、另外，我们家呀住三单元101，你有什么帮助需要喝水呀、啊？饿了需要吃东西呀、啊？或者需要什么帮助，你就来按门铃啊。不，大姐，随时啊。那不能要，大姐。吃吧，大姐，再见啊。哎，你说城里人咋那么好呢？你刘星，刘星，你给我出来！好气他了，我得去拿喝的，咱们一边喝一边看。给我拿一个，讨厌的。妈，小点声，表扬我不用那么大声。过来，你过来，没事儿。当着他们俩表扬我也行，不用背着他们。就是表扬他们，让我们听听啊。哎呀，谁说我表扬他了？我说了吗？行了行了，没你们俩事儿，赶紧你们俩回屋，我跟他聊点事儿啊。我们俩想听。对，听什么听？回屋写作业去。你过来，戏还没开场呢就散了，没劲。什么呀？看什么戏呢？这是没有戏啊。乖。妈，您这老过来过来的，这让我心里还真有点含糊。什么？过来过来，要不然他们听见了。你成了成了吗？不是，我叫你给我办这事，你到底给我办？干嘛呢？你们俩，关门！我让你给我办这事，你给我办没办呢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什么事儿？新车都给你买完了。你没给我办吧你？办了。哦嗨，我还以为您说的是什么事儿呢，吓得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直跳。上次那胖婶来了，不都给我作证了吗？是啊，我也琢磨着呢。上次胖婶来确实说呀，说有一小孩去给民工什么道歉，那民工还哭。不是，可是刚才我问他，他怎么说没这事儿啊？不是妈。你说您就这么点小事您还追问，您真挺没劲的呢。您不是有些没劲的问题，那他也不会撒谎啊，他也没必要撒谎啊。我问他，他说没有这事儿，怎么回事到底？嗯，反正我真是去了，我没去，我都是小狗。你这样，你怎么去的，怎么说的，人家怎么回答的，来龙去脉你跟我说说，我听听。成，那我跟您说一遍。嗯，就是那天吧，我去了。嘿，还真有一个两把小刷子，于是我就过去了。我刚要开口，胖婶来了，您说我不能说吧，我要万一说出来了传出去了，您这面子往哪搁呀？等胖婶走了以后，我又要开口，小雨又来了，您说我还不能说吧，啊，万一我说出来了，您在小雨心目中的地位直接啪嗒掉地上了。您说的咔咔老哎哎，行，不是你到底说没说吧，你就告我。等他们都走了啊，我刚要开口，我忘了我要说什么了。真行，那你还是没说呀。我第二天、第二天我又去了，我拿好我写的发言稿，我背着就去了。真的，我真跟人道歉了。是吗？嗯，那他怎么说没有啊？那这样吧，走。他干嘛？咱俩一块儿出去，就跟人家当面核实一下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呦喂！怎么了？我肚子突然疼啊！哎呦，哪儿啊，刘星？这儿。又这样？对呀。刘星，你一个人躺这干嘛呢？啊？肚子疼，等会儿。啊？肚子上怎么回事啊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，我躺会儿，躺会儿就成，不说话就好。你这什么毛病？行了，那你躺着吧。梅梅，那个刘星肚子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啊？不用去，真不用去。那行，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按照俺大姐。你大姐是谁？俺大姐就是那个头发短短的那个，长得挺漂亮，然后说话嗓门特大的那个。找我妈吗？啊，是吗？谁呀？今天是不是找你了？你看看。啊，哎，大姐，你好，小齐，来，欢迎。哎，我妈什么时候给我认一舅舅？刘星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行，
咱俩回头再单算账啊。哎，夏东海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小齐，就是那个我曾经让刘星替我去道歉，你又劝我应该向人家道谢的那个师傅。哦，啊，齐师傅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坐坐坐，莫坐莫坐。哎，大姐，俺找你就是有个事儿，嗯，俺想问问你，你那个自行车是不是丢了？对呀，害我儿子搁楼门口了，说被小偷给偷了。对对啊，俺给你找着了啊，找着了，这哪找着的？哎，这个是可太巧了啊！哎，就你们家前面那栋楼，我刚才从那路过的时候，我发现一辆车，哎，我一看，这不是俺大姐那辆车吗？啊，哎呦，可是我就想着这事就怪了啊，我大姐她不住这栋楼啊，哎，我就想着想着吧，这时候就下来一个人啊。哎，我一看他不是俺大姐呀，我一想他是偷车贼，当时我那个怒火，我就窜到我那个脑门子上，我说你别动，他就别动了，我说你把手给我举起来，他就举起来了，我说你过来，他就过来了，我说你跟我走，他就跟我走了，我说你给我在门口等着，他就在门口等着呢。什么贼这么笨呢？是什么小偷啊？我怎么能不看？我让他进来，他就进来，你进来。刘星，没你这么玩的，说好了送我，还派人抓我呀你？刘星，啊，我肚子疼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就会唱。